又系我哋 Banana UK Deco 嘅时间。今日我哋带大家参观呢个单位装修工程，主要系更新车房位置嘅顶部。喺英国，好多人会将车房用作放置杂物嘅用途。如果日久失修，会出现漏水嘅情况。除咗会影响结构之外，亦都会损毁室内放置嘅物品噶。而家我哋嘅师傅正移除原先已损毁嘅顶部，并检查原本木架有冇损毁，及铺上顶部以及防水层物料。而如果你嘅车房位置都出现同样嘅情况，欢迎联络我哋 Banana UK Deco 查询有关资讯㗎。